尊主，少主怎么来了？我刚刚见你神色着急，匆匆而去，我放心不下，便跟来看看，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没什么事，少主不必费心了。 告诉清姬，是宁清杀了宁若初，告诉他必须要阻止宁清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，再让我看看。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蓝雪。 他就是小时候的宁清，那他……你必须走了。 必须阻止宁清，这是我的赎罪。他醒了。 算是熬过去了，玉虎，以后不准这么吓我了。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。睡了一会儿，你刚才差点就死了。反是直逼心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药死了呢。我就是太困了，看把你们吓的。 是不是不清醒了？林浩，请马上要兵临北渊，你现在将这么多灵力渡入胶珠传给他，你怎么跟玉灵氏对阵？直接去送死吗？杜灵力，你在救云河？别再做这些徒劳的事情了。 你之前试过的，没有用。长衣，你疯了吗？把教主拿回去。我给，你必须拿着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就当你自己不惜命。万一仙师偷袭，你就等着北渊的风雪替你挡吗？顺得先机，重伤未愈，仙师不会来的。好，好啊。
看来你早就下定决心了，看来你当上这北渊尊主，连我都辅佐不了你了。随你吧。哎，冷静冷静。洛洛，啊，你先出去。要不我还是陪你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对他说。好。先生，踢打伤身，尊主在里面。先生，我现在不想踢打。哎，陆索，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没什么，那个。你刚刚没看见那强光吗？那是鲛珠的光，长义在用它救云河呢。闭嘴闭嘴，鲛珠不能说。鲛珠在济云河体内，你们知不知道北渊现在是什么处境啊？尊主他身负重任，你们却骗取他的鲛珠，还耗费他的灵力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居心？什么叫骗啊？长义早就把鲛珠给云河了，他是心甘情愿的，他心里只有云河。长义，别的事也便罢了，但是此事绝不能当儿戏，将鲛珠拿回去。儿戏？便当我是儿戏，与你又有何干？你就这么想把鲛珠还给我？难道你和空明一样，也想操心我北渊的事？北渊不是你的事，是大家的事。我怎么做事，你没有资格教我。当年你不该回头，你不该变成这样，你不该执着于仇恨。我执着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仇恨。这副身体就算时日无多，那也是由我自己来负责，怎么能够让你耗损灵力牺牲自己呢？如今你已断尾又无教主，你说如何安定北渊？安定北渊从来靠的不是教主，也不是灵力。尊主，刚刚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当真把鲛珠给了季云河？他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少主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